我要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别打开别打开，玩错了玩错了、啊、我们呀要赶快把这些奇趣蛋呀给它放回去。我好不容易倒出来的，这可是捏捏乐扭蛋机啊，我们要来扭一扭才好玩呢。你看，我们要在这里扭一扭，奇趣蛋呀就在这里出来啦。我们呀来看一看奇趣蛋里面是什么呀。哇，是一个黄色的捏捏，好可爱，好精致呀。我也要来扭一个，出来啦。我要来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哇，是一个可爱的小老鼠，捏一捏，球球弹弹的，太好玩啦。我也要再来扭一个，出来了。再来打开看看我的奇趣蛋里面是什么。哇，是一个白色的小熊捏捏。再来看看我的里面是什么。哇，是一个猫爪捏捏、嗯、它可以拉长，还可以捏一捏，这也太好玩了吧。我们抽到的都是卡通捏捏，每一个都非常的可爱又好玩。这么可爱又好玩的捏捏乐扭蛋机，你没玩过吗？